美国队长现身台湾拍广告。啊！美国队长看起来会跑来台湾了。他明明来台为电玩决胜时刻拍广告，今天被媒体之际现身借用造船厂，留了个大胡子，好不习惯哦。但那一身的肌肉，还要忍呢。广告是由韩战导演梁乐明、陆建清执导。只见队长拿着冲锋枪，轻松的踏上引擎盖，想必又是个硬汉的角色。拍摄现场阵仗超庞大，不仅搭起十座帐篷，还有数台保姆车，工作人员超过60人。他此行在台停留3天，住文华东方酒店一晚60万元的总统套房。工作人员透露，他几乎都待在饭店内，准时上工，人超亲切。可惜很 nice 的队长，明天就结束行程要离开台湾。今年超多西洋巨星来台取景，3年前精灵女王凯特·布兰奇的西头、日月潭等地拍摄保养品广告，还有去年造成旋风的 Lucy 史嘉蕾在台北待了2个礼拜。金奖大导马丁·史科西斯2月有秘密来台看景，本月即将地台拍摄新片《沉默》。苹果的 Online 轮到新蜘蛛人来台湾喽，打倒！